知道。我说好像也越打越稳了。嗯，我们都成功率现在都有八九成了。对呀、啊，弟，我问你哦，那个卡门机枪它子弹多，就是它是射程比较短的关系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是射程比较短啊，射程都远了。问题是呢，你打完一个弹夹的时候，你回弹要大概两到三秒嘛，两到三秒的时间，如果是五、哦，如果是卡这个六八的时候呢，就会有点困难哦。明白啊，所以起来就是要炸的，对，就是要炸的漂亮，是啦。哎，机枪，没枪 ，OK， 没问题。哎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贴近这个啊七号门的左手边，然后你拎到你的就可以拎到僵尸可以卡住咯。好，七八，看三四有没有开。没有，是不是没有？二五开五号，二五七八，二五七八好。哎，还有耳机，哎，青哥你先拿。啊，有的，有 ，OK， 好。我有手雷，好，一三四六，好，我上尸了，我机枪，我上尸，好，哦，那叫我去，好，打完，捡手雷，捡手雷。好，防爆，我有防爆了。哎呀，满装没有。没有手雷 ，OK， 有防爆，嗯，没问题。对。好，继续捡啊，继续捡，继续捡。好，哦，有了，有 ，OK， 好。哎，防爆也有了。对，防爆也有了。不叫小小没有，小小没有，小小没有。OK。弟弟，你会不会这个边卡怪？我很想学这个，这个要怎么做？啊？这个会死的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卡不住的，会死的。这个在四是啊，对啊，六楼开始就会卡不住了，没用的这个方法。哦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防不了毒气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我不会玩的时候，我随便打有没有？我都看过之前有人这样子玩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要防爆了，其实我可以不用回避。对，我也有防爆。好，搞定，小小拿，小小拿。好，我打三四，一三四六，我打三四。喂，要找一个人去卡六啊，六号一三四六六卡七，好，我看，好的好的，好，上次我搞定。
好，我现在看你，我现在卡门看你，我都会丢一颗手来退出来，然后再进来、加减大，不然没事做好无聊、哦。因为有的卡门就真的就好像就没在那个了。你们见，你们见。二五七八，我是卡五七，卡五七，我打八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他打二，我打八。哇，有拉到怪喽！他可能没有去二我。二跑到我这边来了。咦，他可能跑乱了。没关系。他追击了，应该他追击一下，应该他卡门哦。哦，好，我抢了他的工作。他不知道有没有了。我打三四，我打三四，三四我打，三四我打。一三四，有没有卡门？有没有去卡六？有，我卡了，我卡了。OK， 好的，谢谢。哇，原来我没学刚才。二四一七，好，拿包。哎，我看包，大家都有了吗？他有没有？不知道，我有。给他拿，他可能没有。我们去准备。二四一七 ，OK， 好。二四一七 ，OK。好的。二四，好，我去七，再来八三六。
好，小心包围的，小心包围的。好，我去山，我去山，我去山。没问题。836。我来不及去六。好。远距离。出来出来，远距离丢，远距离丢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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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回来。OK， 五号，好，我去五号，五号出来了，远距离丢，远距离丢，来不及了。哇，刚刚差点断线。哎，好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他剪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黄在36。好，36，那我搞定。搞定七八的，好的。丢，被包住了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尽量爬过来啊，爬过来一点点，让他去救你。好，你跟他打一击，我拉住34这一击，好吗？好，你跟小小一起。OK。我中弹，好，小心啊！好，现在也补一下血，没血。OK。哦，打包一击了你们。对对对，打包一击了。嗯。所以这样一个人拉住一击，跟你们两个打包一击呢，就会容易一点了。OK， 越来越知道那个合作的。是。就是他的配合。好，搞定啦！好，顺利。弟弟，你看胜率真……嗯。